非常的伤人。所以无论讲灵也好，风光也好，若无太平心的，无太平心的，这就出现。好，啊，所以天下风光，出来就是好，好就是好，就是好，天好，特别好的意思。所以好修行，在四年的内底，好修行，孤修行，六修的经，所以代表建立了这修行的名称。所以也希望讲咱这样好法，好修行。哦，要培养机灵，机灵哈，机灵，即摆机灵有两种哈，那机灵无开嘴的叫做机灵，有开嘴的叫做贪心，贪心，是啊，所以机灵本来，机灵要讲来真是我，伊作因素，所以伊卡底万呢。所以所有魔族的教育是一种教育、啊、虽然以动因素如果含火含灾含法这是当今中国的动物一个惊所以说人者无敌人家无这个平安、啊、所以其实这个行业用打八度打八度所以其实就是说一个脚一个是人所以做过鬼所以打法、啊、对对啊，火炉啦、灰心啦、拼啦啦，什么啦，不晓得做各种的卡的。啊，但是呢，这个机灵啊是可以随变化的，这个语言代表机，好、啊，代表机，对，这概念上不能贪。所以以机灵，我才说讲，伊那可以随变的存在，就是叫做贪心。伊那贪心哈，伊讲贪心，他妈要讲。好、哦，安尼就对了、哦、所以咱中国吼、哦，这个孔夫的厝啦，伊的门口，伊的迄个大厅门口都画一只麒麟，搭起规规要食烟，要食烟，啊，所以迄只麒麟叫做贪心，贪心啦吼，伊、哦、就讲伊就食有啦，细汉的巴肚拢有伊的有啦，贪心头要来吞落。所以孔子的各代的子孙人不贪，啊，安尼对了哈。所以这个机灵是安尼啦哈。啊，所以若要甲讲起来，我即摆就来讲伊的结果，同埋讲伊的这个伊的结果有意义。所以因此呢，咱也是当好发这个要做的是呢，机灵的心，哪里咱也是当先修这个心。好、哦，这是咱这个机灵的这个孝，啊、哦，啊，搁两个字啊，完成这根路线走，完成这根路线走，人家一贯都有佛法，好、哦，一贯都有佛法，他机灵关键在于咱怎么做，咱为一日啊打起来，这个话题是讲，他关键这根叫做两话刀，好、哦，那是已经了一阵啊。风邪七方的，或者伏魔大帝，伊就讲话，所以这是气天的事。好、哦，还有呢，咱前几年尊是咱有一个落落两点的形象，金发吉祥，这个外相，这个外相。好、哦，所以是老五年的新闻，伊就进入咱这讲的带刀红面，所以带讲红面，未使去掠外刀。掠外刀是气根的气，啊，所以关公都掠外刀，啊，跟鲁迅做还是一个讲，啊，啊，为了讲啊，鲁迅做还不讲，是讲一个讲哦，和尚叫你哦，将天天上在叫，啊，所以讲鲁迅做还讲他不还讲气，其实天天上在慢慢在叫讲，讲一句讲。哦，人有人咧问讲，乾隆啊，听讲你这个讲，会当千里之外传人头有影？鲁迅都讲无影啦，我这讲会当千里之外传人头。不讲朱棣，我嘛讲朱棣。那讲千里之外传人头，伊讲我无你看这讲这种啦。伊讲我这个讲传三项：第一传贪欲，第二传信任，第三传烦恼。好，提管贪欲，所以咱人
今天你讲起来，也是着足大诶，这个所谓什么哦，这个痛苦就是贪欲，所以讲咧，人生贪欲无限，哦，一贪欲，所以贪欲爱贪，第一就贪啊，第二就贪亲人。因为咱种诶点，这个世间有当遐一个点诶亲人，永远性诶，就是讲，比如我做一个比如，有当时啊，我食足个高丽花生。对身躯无啥感觉有好处，也无感觉遐用。但是若一饮是这支的毒药，可能吼、哦，就爱吸住啊，吼、哦。所以才讲啊，做呾，那人生啊，这个情绪不一样。有人是要病好生咱，生咱是咱养；有人是要注意患的冲突，迄、那个囝永远生白母。好，我那个亲戚呢，有当时也是也是在经济上，亲戚是干事，有当时阿妈说亲戚是干事，我阿做一单这个亲戚来抹消，恁亲戚若不抹消，后日阿咱死，会去真正独大做兵法，一口就要给你咬死，好，阿做一单来化解这个亲戚。好、哦，所以才讲讲第二段亲人，第三段烦恼，因为众生为什么有烦恼？因为众生的烦恼，就是因为众生执着，众生执着，人苦为乐，人得我无我，人无常无常，人不净不净，所以众生老烦恼。好、哦，啊，所以烦恼无起，就成了人间的定论。好、哦，啊，所以祖先说。还一点是要管三行啊，希望咱大家都有这个智慧讲，会当管这三行，好、哦，这是一个智慧讲，好、哦，安尼啦吼，咱这个在这个大海的意思咧，咱这个六十四代祖师哈，也大家讲这嘛是咱一贯的咱今仔日咱家的这个文化，好、哦，啊，比方讲咱这个。一贯都是嗯，历代祖师有师祖，唔是迄个无师心的就对啦吼、哦。所以咧，这是有师的师传。啊，六十四代祖师，若要拢总介绍介绍，然后这一波介绍不了啦。每一个一个介绍，一波介绍不了。好、哦，那么呢，咱今仔日就讲，它简单，它整体化，啊，一寡重点来介绍一下，安尼就好啊吼。咱这尊叫做菩提金龙，所以这尊叫做东方，哦，东方第一代祖师叫做菩提圣的，啊，菩提圣的，啊，啊，因为咱有个人叫菩提大德，啊，你为什么叫做菩提圣的？哦，未成佛也是圣的，啊，啊，所以咱拢讲叫做怎讲叫做圣的，凡是东方先咱拢讲叫做圣的，啊。所以第一代东方圣的，就是佛医；第二，这个是金龙殿的，好、啊，这个叫做圆观音的，这个叫做萧何殿的，这个叫做专修仙的，叫做佛的。那么这五尊，我讲今麦我就讲一个经验啦吼。当时黄秀敏黄立发委员带，也是咱这个佛师。来到这，我来讲先，讲先对人解释。我是这个介绍，讲这个历代祖师，伊就搞讲啊，这种假啦，拢骗人的啦。哦，咱中国历史话拢人写啦，日本的嘛拢安尼做来啦，无自信啦。哦，迄个时我来甲讲，其实啦吼，那日本的无自信，是我不敢跟你讲。现在咱中国的历史讲这无自信。我不肯定，我不接受。好、哦，安尼啦吼，我讲我不接受，这是咱的生命是我底，但咱看不到遐，了解不到遐，所以咱家家讲历史当中讲我只要讲这种底，安尼啦吼。所以我来讲，我话啦，内心上不该平衡啦，我讲三句话啦，讲四卡，吼、哦，这我不可故意害者，苦于呀。高阶细卡，你就在搞种害，
你若讲海，讲海口偌大，海关就毋捌去。因为伊一生都拢伫迄个省啊内面啊，你若讲海，伊才捌，对无？哦，若有一日我大水顶起来，大雨飘出来，伊去到，伊若伫咧下面去发海，那是困难的。哦，所以你不要讲西瓜不可估也害死，可惜呀。哦，一切上不可估也变价，重视呀。夏天的虫，你若讲冰，伊讲我唔得，我唔得，迄冰成做啥？唔得。就亲像咱新加坡的杜清培，正来台湾以前，伊讲啊，恁台湾气候，然后讲阮台湾真寒哦，迄穿寒衫哦，伊讲啊寒，生出来怎我唔会晓甲讲。袂啊，我寒生出来怎我来甲讲？哈，寒安怎寒我唔知，恁正来来去感受。因为正来一日寒，好，寒得出来好，喙齿会烧烫。啊，牙齿会打架，你今不管你牙齿会打架，然后这个我这个心脏啊，伊就讲牙齿会打架，牙齿是讲啊，我安尼看到是啊的啦，所以伊今不哪边打，伊讲恐怖啦，看牙齿会打架，哈，安尼就是看啦吼，所以我来讲讲安尼，讲讲事情不可故意变样，重视呀，确实不可故意多加，所以讲。确实就是讲，这个受着正当教育，无咱中国文化传统的人，你甲讲道，伊讲我唔敢。所以教就是伊的教育唔够，安尼啦吼。所以我会讲咧，可能咱咧话朴素会听有啦吼，啊，就当啊就较无必要反对讲，这种假啦吼，安尼啦吼。啊，所以安尼以后我来讲，讲自然福气，啊，到这个现地。经过差不多1100万，要到1200万，这个月要到1200万啊。那么这1200万的当中，无形中五行相生，所以五行相生。啊，所以咱中国为什么甲咱制定春天开始，一年开始对开始，春啊，春天开始。啊，所以春属木，属冬，属青。所以春天忙见树木就欣欣向荣，所以第一个圣贤，第一个这个历代祖师就对伏羲开始，所以伏羲叫做东方青帝，东方青帝，伊属东方青帝，哦，因为伏羲属东方青帝，伊属木，木啊属土，哦，啊因为木木会生啥？木会生火，对无？木生火啊，所以木生火叫做神龙养地，也就是神龙养地叫做五谷王。所以呐，咱若去庙里看五谷王，迄、那个面上红的迄个五谷王，也若面乌的叫做药王、药王。所以迄个叫啥？迄个叫神龙四克克，啊，神龙四克克。遐你知影讲盗梦十毒，盗梦十毒啊。所以伊嘛了解得起，喜欢乱斗，所以伊食冬粉食一个煞面乌的，吼、哦、啊！所以若要甲讲来，咱若去庙里看到迄、那个上乌面的，就叫做药王，吼、哦；遐若看到红面的，就叫五谷王，吼、哦，安尼就对了吼、哦。啊，所以呢，这个啊，我为即阵廿七岁的，这就叫做五谷王。啊，来吃油草的，吃就是油王，啊，这就是油安尼分别。哦，啊，那你啊，对于中国的记载是讲，我国王的现在这个油王的速度是琉璃多的，琉璃多就透明的，透明的，所以吃这种物件就看会知影这个气行到底。所以伊当发现这个油啊，哦，啊，在要解决咱这百姓的这个贫困，哦，啊，所以伊讲会来看，看甲迄个甘露啊。迄款药草啊，照着中国民保的，遐个毒的物件，结果做讲行到尾椎，行到尾椎啦吼，尾椎，讲起起鱼啊，干啥啊，治治疮。哦，是安尼，传说安尼讲啦吼，啊，有影无影，即咱唔知影啦吼。哦，安尼吼，所以即神农叫做药地，啊，啊，即木来会生啥？木来会生，哦哦，火来会生啦，火会生土，所以乾卦叫五行，五行中央五气托属，哦，所以乾卦
吼，一兄弟当然伊嘛发生宿舍啦吼。哦，而且咱大家读起就较知影，所以咱即卖现在，咱现在人大家拢讲，咱个炎黄的子孙，炎帝甲炎帝的子孙，炎黄的子孙，咱是对啊，传来安尼个着。哦，啊，所以炎帝，炎帝了啊，黄土土来会生，会生啥？会生金，所以叫做这个金天子叫白帝。好，啊，金会生水，所以。专业叫天地，吼、哦，天地属火，火地，啊，所以这个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啊，吼、哦，安这个叫做木地，啊，到天到地，啊，这个呢，地壳，啊，这个土地，啊，叫做地壳啦，吼、哦，地壳，这个就是哪呢？这个是，这个是孙，这个是孙。好、哦，好、哦，黄帝的孙啊，好、哦，黄帝的孙，好、哦，啊，过来就东辽，啊，啊，虞舜，哦，啊，虚武，这三个就是咱大家，咱一般人咧讲的三代公，啊，三代公咧在那个，到正月初九咧拜神，上拜三代公，三代公啊，叫做三官大帝，好、哦。所以叫做尧舜禹，啊，尧舜禹。那你看这道，那你看这道吼，上天老母娘并三代公尧舜禹，把咱地府救命先挂了。所以咱今麦那些这道，这个用天表文拢讲，今麦请三官大帝来，起天堂地府，起天堂，天堂挂了地府救命，就是用三代公。三官大帝，所以尧舜禹就是咱正月初九礼拜三界公。那么因为呢，咱即卖咧讲，这个号做一平家，就对伏羲、啊金龙、天官、啊这个萧何、啊玄奘，吼，安尼落来到遮，安尼这个交诶。那么呢，由遮来甲介绍，就讲咱今日咱明白，这个咱中国诶道统。中国的道统甲圣修冥冥中有五行相生甲相克，所以头啊相生运，尾啊相克运，尾啊相克。所以咱中国的历史，咱若以人格人格看，咱啊，所以人讲人，迄是我最近看文书写讲安尼啦吼，因为人个眼光短，所以吼看袂远，所以啊，佫尤其目睭生伫头前。所以拢有派别人，无派家己，所以证明咱做正，互咱自明，互咱自明啦。啊，就做正，互咱看咱个家己讲，我到底是对个歹啊，对条歹，对条清净无安怎无？好，安尼吼，一旦以历史，互咱，因为咱拢无迄个智慧，所以咱无智慧，所以唔知影智慧，所以才用历史。予咱建造智慧，教咱怎样讲，到底这个叫做历史的兴衰、起甲衰啊，福甲祸，予咱办。所以因此呢，才做这个物件。所以咱来一当以咱中国历史来甲看，安尼呢，自然会知讲五行相生甲相克。所以从这开始是相生，到转了，这相生。咱今物来对两点，看一四百花甲树，哈，有花甲枝，哈，好来。咱一百花吼，叫做万点金莲。万点金莲这个意思就是在讲咱去处现在三处普渡，咱处处处要献温，哈，也这道就是民族一体，拢会当尊重连带各位。所以叫做万点金莲，八十八花用莲花做咱祖母的一个伊的迄个精神。咱祖母呢，会使讲伊咧修道是出污泥而不染，所以莲花就是讲出污泥无染。好、哦，啊，所以这个莲花就是讲对迄个精神的所在，对庭院的地方安一个啦。啊、所以吼、哦，就表示讲，咱的这个台湾就是对天，这个所
起来，所以这个团长金莲吼，啊内底准就是表示咱师父的柔情，柔情啦。啊，因为吼、有这粒石头，这粒石头叫做太湖的石头，太湖就是心探空的，所以也表示希望咱呢修学道，咱的心爱空，八面玲珑。什么水居家人都会通，地少上来就对了。啊，袂讲七平，七平有空，一平无空，本来就少上来的啦。所以咱这代表八面玲珑，所以八维艺术代表讲，咱希望就爱有像咱师父心空八面玲珑，做咱师父的这款的出污泥不染的精神，啊。也有咱师父加持哦，水的修行为了普度众生，实现一切，所以水基于道而呐，便可以获取。啊，甚至呢，伊甘愿去受迄个污秽，啊，受迄个污秽，伊可以净化。所以咱咧，就像这样做是呢，师父的这款精神。那么在分析，啊。这个问题就是我的心目讲苦海流电海流流来流是不会流经在苦海流这段就是在讲咱人人生过去无得到的以前咱的人生就是在世间咱像苦海地一直在轮回永远无人解脱所以苦海是在流电海是在流一就是讲咱的关键咱所做一切这个关键啊中一家因果的轮回，每家人千万不要来回头，所以一家生死轮回。到现在三者普渡，所以才讲随心善加心修，一贯发行出海人，处处得无求。啊，咱现在上天慈悲，当这个宝贵的大道，随心善一条，这个宝贵的大道就叫上心善，要助人脱离这生死苦海，加心修。大心就是讲干这种工作，咱今天不是讲金金马做的，比金马还贵哈，所以大心就，啊，也是讲培养英文的哈，培养英文上金嘛哈，所以大心就一贯发行出海，处处得无休，搁错过这个机会无啊，这个机会无得到无收到，你讲后日要讲机会得到收到无这个经验啦哈。风顶披罗衫，珠然冰霜天。划过千千万岭，车落滚转千万里。独秀清辉立标杆。哦，这段就是讲咱师父呢，伊为着要传这个道，所以伊较早老大人含坐火车、爱兵车。啊，过去民国十外年迄个时阵，大约敢有啥物？汽车敢有啥物？哪有人去坐无？伊为着要穿这个道，坐椅啊，坐马啊车，吼、哦，安尼就当讲，伫大约安装片、招片，所有经过大约大江南北，所以才讲福福方便披罗衫，啊，披身戴袜，吼、哦，出去救济富人，毋是？我了去，你毋知咧讲互当听，看来我前辈才出去穿道。点传出出去传道，伊讲走一年袂等于到厝，走一年袂当等到厝。我较早吼，咱阿爸以前就那民国个七十年迄个时代，咱阿爸是高位坐台湾性能力，是高位坐台湾性能力，安一些包括咱厝里在干嘛吼？对家开始去歌谣，对台商、对华人、对宜兰、对桃园、对新庄、对台北，安尼多些人就一个月，哈、啊，一因公提一单提一单，单单提一单，点讲出比如讲，我是点讲出，今日阿三你讲你要去做，哦，我来你遐点，啊，今麦你遐点点，今麦伊遐讲伊遐去做，我来遐点，讲开遐伊遐，开遐伊遐，哦。安尼坐一单工，愈点会去到点，要去到遐，要去到做，会来点会去，所以一单坐就正常。所以咱师父大家叫扑扑扑扑方便披罗衫，所以为着要人要求到啊吼，所以披身戴袜，
就亲像讲嘴巴用迄个露水的淡度，迄、那个淡来咧来咧食嘴巴，吼、哦，所以疲劳感、自然冰霜感，伊本来较真相，但是为着传道救人度人，这个病变拢变，痰拢变，好、哦，就迄个做自然冰霜自然香，吼、哦。我过千万领，写了温转千万里，独守千规的标杆。这个独守千规的标杆，就是当时伊在大陆受着足大的考验。这个足大的考验就是讲，咱不管做啥，这些文化，这讲啥，三场大课，三场大课。所以三场大课第一课就是考书。老多迄个师尊念经的，师尊念经的这个天门课，所以这些百课，吼、哦，所以迄阵啊，咱老多都就是讲，要死啦，啊，所以把伊的地主叫来，这个地主叫来，讲韩国吼，你对我信任吼，对我信得得当，拢地主咧，无可能啊，收到面条比较贵。啊我哦，这可惜，我一天哦无啥食着肉，啊我今麦是要食肉，啊，啊你大家发现这是难得啊，买酒啊哦，哦呢，咱就简单讲，今日我就叫阿三，提起提起这杯啦，这杯大家把这来做，啊今阿三你看到人家叫唔好唔会输的么？我讲的完了，你看你就做一杯大家把这。啊，真系叫你去做啊，做做咧，你咪来咁叫嚟来。迄个大家吼，都买起歪啦吼，啊，大家算算咧，今年吼，收到未收得了几条公鸭啦？啊，即我较早骗你咧啦吼，我发现这是人真。到到迄个时阵呢，大家拢听，到一阵头啊唔敢听，但是老多都讲，你今年是几条公鸭？所以老多都一阵呢，人有两眼皮就看不出。伊这个病假还是严重大啦吼，他因为在台湾输假，你看台湾今天去光把个假假，结果拢假啦，都输尊荣位置啦，嘛就假，输尊看到怎么随机发现讲啊输，我今摆在闹赛吼，我今早来茅坑的吼，看见我进来在假，你怎么打？你怎么打？他说台湾无假，因为在把台湾假假的吼，搞到都讲那。哎，你大家拢靠着啊！哦，我叫你食吧，唔是真正做无好呢，是因为看你有智慧无，所以拢靠。将来咱子孙无食吧，靠不着。但是为着要和平，别伤害，所以到来办公，你拢有天理，不然拢去犯罪啊！对，所以民族呢。天使人是破绽，但是因为教书教导都是共同去看的，所以得出课和师尊，两件的师尊。第二张课等课是八卦五会，师尊师父，哈、哦，从上天老母的面要来传授。所以本来师尊都有大姐啦，有母啊，有囝，但是上天慈悲，讲个怎啊？爱在这个时阵，三宝普渡，三世佛教，都同每天互互共修。所以师尊师父本来不是韩国，所以到尾啊，上天都好，加咱老祖师、加这个老师，拢叫讲，拢叫讲，家人就来接受韩阿婆。所以到尾啊，咱老咱师父咱要求上天都好，有韩国名，无韩国名。有韩国的名，无韩国的这个节目啦吼。啊，所以这个时阵呢，传，所以传什么嘛？是科科普法科，多一点学科。第三课是天地人情的培养，天地在人情，今天的天地就是这个人情，好，这个关键是，啊，天地人情，当时老师归空了吼，啊。啊！一寡过程，对对，老师迄、那个大母叫做明姐，吼、
所以虽然成熟不这个权利，所以叫它是权利，所以上什么百科啊，当然都是熟过的，但是修这些的一个是你表现的情绪都是有情绪的表达，所以你虽然修这些是基本正确的表达，所以咱先把这三件的那点温这里那点好给咱这个心脏好，所以这个正确的这个就不是前途的表达，首先因为你中所的出现另外在紧缩之间就像天然化作业看在所往前这段很多首先因为你首先因为你最终的国国的背景中国国民党中进步经济中国国外一种跟这个社会训练这个表达中这个效果的反应，所以因此呢各个方面都彻底要消灭一部分人工的疾病，所以那时候我们在拜拜的吼像刚才人民大会那时候都知道那拜拜的吼我们在看人家都明白吼那些拜拜的都代表是这个工会跟这个家庭的那些人都输掉了人工的疾病，中央政府要彻底消灭一部分，但是都有一些有我们这个大主的囝在这个经济中国是在做什么主任，这个看这个公文他听得到他是大主的囝，所以他做不了解，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以这种公文发三天，这种公文的时候他可以加三天消费三天就犯法，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关心去把这个中老先生做给中老先生的人用过先老先生，所以他中老先生叫老先人听着安尼关心叫喊老先人，哦，阿爸是关心喊老先人，甲去甲老母听咱叔伯遐，听叔伯遐，咱叔伯看见大家讨论面甲悠悠悄悄来，问伊什么原因，大家伫遐甲叔伯讲，讲什么中央政府要消灭彻底消灭一贯的，所以这个简单就叔伯咱以后会安怎？所以叔伯讲讲没关系，你们放心回去。没关系啊，你们放心回去，没有事，没事就对了。哦，啊，所以这样也得不到那个结果。啊，所以这个事呢，今天证明，证明了苏墨一人啊，就准备好办一万户口，一万户口，你想那个办三千三户，一再三十五年去办的哦，是一颗、再一颗、三颗啊，是卡是一头啊那个，所以办起来他。拜家的时候是要发愿，伊讲若真正呢，上天吼，求上天把我娘做庇，那政府要抓要关关伊就好，唔能关所有一般的地主，所以伊阿讲自别日开始，我唔出门，家己连环两点，伊无出门，吼、哦，啊所以拜起来较了，啊唔得换水，啊是白得，安尼规身躯脏咯。到透早轮到伫迄个拜堂卡，吼、哦，甲迄种迄个服务人员较来看着，甲来查着，查着了吼，经过第三日，迄个时阵中央政府答，佫叫上来互迄个主任，讲你即种部门嘛，叫发出一个哈，迄种部门怎啊无发出？所以部门无发出来了后，部门就足欢喜，就去找一下老母，甲咱师傅报告。讲哦，这条关门无法，可能咱这关就还有生机啦吼，这是上天的旨意。啊，咱师父讲过，没事就好，没事就好。那你们放心回去，无代志就好啦，恁放心等去。好、哦，啊，等去了后要等去，迄、那个服务的服务师父的平台，大家现在前辈讲，讲为什么今日会安呢？哦，大家讲这个原因，大家才讲哦，原来。咱师父就一款大慈大悲，伊来为着要咱兄弟姊妹做甘愿，要救咱兄弟姊妹甘愿，但咱兄弟姊妹也真做，所以咱讲念愿转运受助缘，求上天啊欢可愿，求上天欢考缘啦，唔叻啦吼，唔通啦吼，盼头多方便，盼头